大家好，这是个立式吊肉结与双圈压扣的组合。它的捆绑方法非常的简单，农民的智慧。首先，我们找来一段合适的绳子，将要抬动的物体给它做到绳上。然后，我们将绳给它连起，中间打个单结。这个单结非常简单，大家都会打啊。打完单结之后，将这个单结奔中间劈开，直接给它套到物体上。然后我们收紧连起，连起之后，将右侧的绳头双折，左侧的绳头围绕这儿给它缠上一圈，这块一定要看仔细啊。然后将这绳抬起，这绳不能给它拽出，形成两个绳圈之后，我们将这两个绳圈扣到一起，找了个杠杆奔着绳圈当中给它穿过，我们一提起，看似简单，当它受力时牢牢锁紧。宁折不会开扣，而且用完之后不死结，非受力时一撒开，一抖了就开。